好吧，跟他学学。我用的啥手机？苹果八 Plus。大仙来局要 XYG 具体啥意思？先有 game 或者小妖怪？这一把有辅助吗？又没辅助，不行不行，我选这个东西他以为我是辅助，我要去钻到野区了。我们要拿个不常用的人打野，好吧，玩一手达摩打野。兄弟们，我打野别抢，好久没玩达摩了，真的感觉有一个世纪没玩达摩了呀。没办法，达摩实在太弱了。拳王，等我抽奖。达摩打野不知道行不行啊，看这个样子感觉要被按在地上锤了呀。完了，我感觉我们这边这个阵容有点难。百里守约 No。那我们蓝开蓝开，因为你抓上路太难抓了，这百里守约一在就不想去抓他。像我这种一拳太短了，我觉得一技能如果距离加一点，他如果觉得大招距离，要么加大招踹的距离，要么加一技能距离。哎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我！兄弟们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杀他杀他，赶过来拿我的蓝，欠死！你还打？你觉得自己很肉是吧？你哎，别给他转的，你还贴到脸上给他转，好家伙，吃口药，小妖猴来挺快呀，那不都是我的好兄弟吗？能来得不快吗？呀呵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也死了呀，这一枪。别打别打，每次丢技能后 A 两拳 A 两拳，这个很关键，好不好？呀呵，我是怎么就不能好好？你跟我打，你又怎样了？你四级就觉得打得过我？你真的是跳的不行，这乱拳呼死你！你真是不知道，我这个护甲攒起来那还是有点厉害的，他把我红给抢了，我炸了，我服了。单 buff 开，我裂了。这小光头都成这样了嘛？东皇欺负他，猴子也欺负他，我这还玩个鬼呀、啊！
去上路了呀。小心呐，草里面是人呐，哥哥。都在都在，他敲谁呀？哇哇哇哇哇！你还敲？大力一拳，一手斩杀拳，回头二技能，走过去，一手一技能加惩戒。你闹，你崩我，崩得到。灵性小走位 ，Triple Kill， 就这么一拳，溜不溜？嗯，这就是达摩。拿暴君，OK OK， 拿蓝，抢这个野怪。把陨星做，陨星做了，真是大仙。游戏结束。哎，为什么都知道呀？现在名字后面带自己都会开始误认为我就是的嘛。陨星一座。兄弟，我吐了呀！那我，他们还在欺负那个呀！那我直接拿先知主宰了呀！我来求你带飞的，不是被打的，不是我在练英雄的呀！大家都知道我不玩达摩了呀！你好短的。重 buff 又可以拿了。你不会咬我吧？你咬我就是你不对了呀。哎，别恶心我。哎，我踹不到人了怎么办？我蓝 buff 要刷了，我先刷吧。他们家蓝刷了，这上路还有个东皇卡着我，我也不好打。冲冲冲冲冲！冲冲冲冲！发起进攻！一 ，what try A A 二技能。扛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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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A 回血，一技能回回回回回，二技能摸两下回回，买了个装备，一手一技能 AA 走位一下不着急，是吧？一手一技能 AA 啊，可以，他在扛塔，啊，中路没有了呀，回血回血，中路没了，往他们野区走，野区打架我有优势。给了我一炮，我直接回手一大，一手一技能斩杀角二级的惩戒。猴子有一技能真的不好打呀，反上角的，有点恶心啊。完了呀，打个猴打得这么累，哎，别啊，他要来看直播了。哎呦，真的是难哦。这旁边有人要挂机，先要二技能破甲，不是，我要早点把那个斩杀角踹出去啊！因为那个一技能，猴子那个一技能一定会挡伤害的呀！你要等二技能打完后再用斩杀角，那他不就是把你那一个伤害给挡了吗？懂我意思吧？分情况的，二技能减甲的确是最优连招，肯定就是能一套技能二技能连上去打完伤害，但问题是有的时候你要早点打输出，不然别人交闪现交这交那的就没了。一手惩戒二技能哒哒哒哒哒乱拳乱拳，推塔，你又来，我大招
啊，技能一拳一拳，一拳一拳。他锁住我，灵性走位，二技能，普通攻击，一技能，一拳一拳，一拳一拳，一手惩戒，一拳一拳。错了没？嗯，嗯，嗯，哇，我真吐了。嗯哼哼，嗯，像我这么伟大的首选，谦虚是很难的。我觉得我要补个宗师之力了，跑得有点慢。现在剩中路塔呀，他咬我，他咬我，咬我，别让咬我！完了完了，这边，哎哎哎哎！哒哒哒哒，拉开！吃烤鸭！给你普通攻击，一手一技能，普通攻击二技能，一手惩戒，哥们再见！哎，我真的是回血，哒哒哒哒，二技能，买个装备，一手一技能，两拳两拳，二技能，两拳两拳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只能蹲草了呀！我来手畸形蹲草。蹲这个草，哎，打不了了。嗯，先拿暴君吧。嗯，带兵线，等宗师。想一想，我们在野区走比较安全一点，野区比较好踹墙，你在这个路上走不好打。怎么样，我接这一炮是不是好兄弟？哎，别咬我，有话好好说。哎，我这灵性小走位，我的老哥，别送了呀。嗯嗯嗯主宰，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，晕他。嗯，那我们这一波就只能憋个破军了呀。拉出来一点吧。哎，我怎么卡了？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！快快快快快快！你换位乱拳，吃口药，冲过去，简单做一技能 ，A 二技能，兄弟再见。草里面有人，你过来乱挨我这惩戒二技能。嗯，虽然有点乱，但结局是美好的。呀呵，呀呵，闪了。他以为我有大，其实我没有，吓死你了吧！给了我一枪，但他这一枪已经不疼了，这还好有一个，还好有一手反伤甲，他又用大了。那我这边，我肯定直接踹这个炮车，强行位移。哎，我踹这个炮车，准备用大招位移过去，想法如此美好，居然没有实现出来。这二技能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拉开走位。然后呢？妖猴一技能一拳到墙上，二技能哒哒哒一手惩戒，有没有？进去出来，哎，气不气？嗯，去哪个来？嗯，两拳。嗯，你玩这个英雄啊，他一定是那种。这个操作是一技能两拳两拳二技能，因为他每次丢技能，这后面的两拳会回血，还给你加攻击，所以你这个两拳一定要打出来，懂吧？然后大招这种东西就比较靠看灵性了，所以不好说了。
二技能，看到没？丢完技能后两拳两拳，一技能两拳两拳。想一下，这个人落单了，估计没了。我要去操作他们，别，别了，蹲个草，蹲个草，应该没人知道我在了。这不一技能，这不大招 A 一下二技能，他咬我，没事没事，他们伤害不够的。猴子敢过来，他要封印我，我这边一技能直接解封，二技能哒哒哒哒哒哒，一拳一拳，一手惩戒 A 两下 A 两下，一技能。知道什么叫暴力伤害吗？就是你丢完技能后那两拳一定要丢出来，你再给我一枪，有本事再给我一枪。哥们死了。OK OK， 游戏结束了。没错，我就是圣城，谢谢你的火锅，谢谢你。下一把。再玩一把带闪现的，算了吧，玩一把就行了。这个达摩感觉玩的不是很好，角度不够犀利。